这是我废品站老表让我给他修的一个大型柴油机，看着外表的话很多配件都没有了，接下来我就拆开看到底里面有没有问题。这个排气管没有了，进气口也没有，然后这个喷油嘴也没有了，这个过滤器都已经扁了，这个油箱也没有了，然后这个油管也断了，接下来我就拆开看看里面。这个是什么铁的东西最近跑出来了，看着像筷子又不像，拆开看才知道了。刚刚排气口这边出现的那个就是这个气门已经断了，这颗螺丝都是松的。这个气门里面的缸已经坏了，这个不能用了，这个必须换新的。这个过滤器是没办法用的了，得重新找一个。
它这个应该是摔的，那么大一个口，这个要换一个新的了。这个上面原本应该有螺丝的，这个螺丝都已经没有了，这个应该是摔掉了，然后从这个洞里面已经露出来了。我看了一下，这个机器是别人修过的，它这个齿轮上面的数字都不对齿，还有这个齿轮下面这个轴承是坏的，这个需要换。这个机器是别人之前修过的，而且那个齿轮的话不对齿，接下来我就把这个齿轮对一下齿。这个是一对一，二对二，然后零对零。这个也需要对齿的。机器原本的边盖还有这个气缸盖总成是坏的，所以我就给它换了，然后它这个油箱和那个进气管排气管都是没有的，我就买了新的，接下来我就开始组装了。
机器我已经弄好了，接下来我就准备试一下。2007年的柴油机我已经弄好了，老表老来的时候它破旧不堪，看现在已经全新的一样，接下来就等着老表自己来了。然后这一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